妹妹，姐姐，你还想吃台湾的什么？不知道。难道想吃什么？现在还想吃什么？海底捞。海底捞哦。海底捞。哦，海底捞哦。海底捞。哦，想想，那个很贵耶。很贵耶。那个很贵。很贵吗？很贵，真的啊，那个很贵啊。真的很贵耶。哦。真的啊。可是比其他贵，那个是真的贵，不便宜。吃其他的吧。到时候会减点量。好，自己赚钱自己去吃。安妮呢？安妮呀，很美。你看得出来我们要吃什么了吗？安老鸡。不知道，旁边啊。Nếu mà biết ở đây nhá, đến ở đây là có thể làm mà tay không, làm móng không? Để ăn thì có thể miễn phí làm móng. Biết không? Biết không? Nhìn chữ là chữ gì? Mình khăn chữ á? Hóa. Ừ. Của hả? Của cua hả? Ờ. Nhìn bút trang sức sầm mò. Chân tỏ.好了，等一下进去就知道了。知道了吗？你怎么知道？海底捞。为什么知道？海底捞。看，甩边，甩边。你看，给灰袄剪袄。你灰袄，开心吗？开心吗？第一次。他手机跟眼镜。你捞回来。怎么了？怎么了？在捞个，没在捞，没在捞，没在。等电，等电，等电的流。等电的流。加减啊，减啊。等电的流。想想看，想想看，我搞低落，搞低落。加油！好热的哦，好热啊！他别丢，安松别丢哦。他来松别丢。安松别丢去。Gọi là mọi cái gì là tính tiền cái đấy mà. Lát nữa cho mày tính tiền nhá. Lát nữa cho mày tính tiền. Bà ba, đứng ra cái mày mới chế trang. Mày chế trang thì mình... Mày chế trang. Chế trang. Mày mày xui, ý tinh trong tay chứ cơ. Chảy sư tạo, sư lại hải thì lo chứ. Trang như là như hẳn thang à, hẳn thang.对，所以他就是开口跟我说他要这个，唯一的开口就是这个，然后最贵的，要让他知道了，不然在越南也是在大城市才会有，然后在越南的话，妈妈也不敢让他吃这个。对，那几杯？啊？那几杯？真的好贵啊！我吗？那他们在做了。一点点辣，其实都很辣，他是没办法辣。我们跟儿子干杯！对。他在家里睡。他在睡觉。然后很可爱的。有没有干鸡？有。看看。干鸡的。木兄，开心了吗？那个，他刚刚吃东西都黏一黏一个。我刚刚说没关系，吃吧。就是他来这里的，帮我的这段时间，赶快吃吧，没关系，开开心心的吃，不然
因为他刚刚说因为这个加钱，他说吃的怪怪的，也很臭。然后他平时呢，他也吃。我呢跟他按了，我跟他按了一下，会不会按了呀？然后我放了那个，我按了，我放了苹果了，我按了它。没有啊，你没有吐吗？没有啊。哎，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围裙，他很开心，因为他看到海底捞这个名字，他超开心，脸上开心的。然后一碗点完餐，看到那个荧幕下起来，真的，然后。吃的过程都是一脸战士表情，我的天哪！我很开心耶，那我很开心的。没有，就是这个脸，就是这个脸，开心吗？好像我们吃一样，很好吃，很好吃。啊，别怪了，那。别拍了，别拍了。我们这单，放心点，香吗？香吗？嗯，香。那我点了，没给你。点吧，给你。这点吧，大家都拍了。我问他，那钱花在哪里比较舍得？他说学习，钱花在学习才舍得。快点的哈，快点弄一下，还没得交，哦，学习跟出去玩，出去玩啊？你猜啊？你啊？是出去玩啊？就是出去玩。你说我是小仙女？说你们是小仙，我说你是小仙女。你是小仙女。我是小仙女，哪里？哪里都挂了，哪里都挂了，哪里都挂了。OK， 阿姨你说啊，一二三，我是小仙女。小仙女这边。很兴奋，因为可以吃海底捞，他很兴奋，很好奇那个到底怎么样。因为在网络上啊，大家一直分享嘛，对不对？然后吃到这钱的时候，就一脸吃，但是很不开心。然后到最后，在我们准备要离开的时候，有那个变脸的表演，他看那个，他马上忘记那个切钱了，他就兴奋起来了，他超开心的。然后他今天到这里，他看到这个很大，然后他。哦，好大哦，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跑去哪了？自己跑去玩了，我跑去哪里了？跟自己在那边跑，我大家有看到？奶奶，奶奶，回家了。他在做什么？你在说什么？我们在家已经隔一天了。大家早安，早安，大家早安。各位，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要跟大家说早安，因为现在已经是隔一
一天的零二分，零点零二分，早安。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拜拜，拜拜。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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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顾小孩了。哎呀，明天顾小孩。